咱嫂这冰箱里头上脚趾看看哭出成啥，几个他弄他递俩蛋，盆里有可嗦公鸡蛋，有钱了你磕成螺，递点盐胡椒粉，弄我20年练成这手足的阔气膜，轻轻一下屁股的贴了，给他贴成这一个劲儿一个劲儿，起锅烧皮，锅热了轻轻一下递溜，少撒点盐，到这好样肚肚你干不冷，啥时候操断绳递到这公鸡蛋溜，弄筷子给他搁老匀，锅给他递热加凉油，这都叫热锅凉油，这好像给这蛋递溜他才不沾底儿，要不他嘣一下都沾锅底儿。你慢慢的强煎，煎了这半个反面煎那半个，煎定型你弄铁勺给他搁老开，家里有钱了你再撒点葱花，大碌碌不让他咕噜七八十来下，没这不是到妥啊，你倒说这美不美，没了你还也增啥，赶紧抓住屏幕对一对。